无法度照聘照行无要紧，但是我唔知影吼，哪有遐侪人有法度遮厚面皮啊？我上尾一摆甲你讲，卖阁甲你卖强啊！讲你捌法律，你懂法律，你合约跟我签了，你跟我讲说我骗你，我骗你什么东西？我骗你什么东西呀？啊！我是来吞忍你足久啊！我甲你讲真诶，一挂人啊，拄啊好就好啊。做人哦，有一挂物件哦，人讲照聘照行，社会虽然无同啊，无法度照聘照行无要紧，但是我唔知影吼，哪有遐侪人有法度遮厚面皮啊？你知道？迄话拢顶到头咧讲。我觉得啊，人生啊碰到瓶颈，真的碰到瓶颈，我碰到瓶颈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？既然有人告诉我说啊，我拍一部电影让人家这么质疑，我想要甲这些人讲啊，啊你若看无卖你，真的，我可能不是那么厉害，我可能不是那么厉害。但你不要把你不讲话，没有人知道你这么无知啊！真的啊，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各有千秋嘛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好的一面。那不能说合伙做生意就一定稳赚不赔，那稳赚不赔我自己做就好了，我跟你合伙干嘛？凡事哦，要讲话有信用。就很好笑的，最近也有一个，我也不指名道姓，好，我也不指名道姓，但我希望他能够看到，找我合伙做个作品，哦，啊，然后呢，看现在状况不太对了，就撇清一切，啊，所有过去啊，还好，我认为啊。合伙做生意就是要讲合约，讲信用，做人就是要讲信用，讲过的话要算数。内底若有伊个朋友的人，麻烦甲讲一下，做生意哦是照聘照行，莫卡袂着就要恐吓啦，安尼有听的无？再麻烦线上所有的朋友。有机会有认识他的，我相信哦，我甲伊收他的朋友真多啦。骂完者，甲讲者，我自头到尾吼，我唔爱咧做啥物歹代志啦。阿麦卡袂着，卡电话来甲我呛啊！啊，台湾有一款物件叫做警察，啊，佫有另外一项代志叫做法律啦。合约拢签啊，你讲你捌法律？你懂法律，你合约跟我签了，你跟我讲说我骗你，我骗你什么东西？我骗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！我是来吞忍你足久啊！我跟你讲真的，啊！我是来吞忍你足久啊！我跟你讲。真的啊，创到我生活的足紧张的就对啦，啊，实在爱创到我生活足紧张的哦。我上尾一届甲你讲，你搁甲咪强哦，我连你的名我都讲出来，过来我就报警，我就甲你讲啊，我就无咧佚佗，我就回来为着阮厝的，为着阮母啊。我袂使做好囝哦，啊！我袂使做好囝哦，啊！都爱甲你男，我才会使生活就对啦，啊！啊，过来啊！另外迄个啊，规工咧转的，你牵线的啊！你牵线，你讲啥物？我叫你去找啥？我叫你找啥？是你找我呢？是你找我合作呢？当初时一开始做各项物件，互你看，互你看，拢无问题。啊，无问题，你即摆咧甲我，啊，